它也是一大堆。这一把就是两只手操作。就是要这一把。实在是有够疯狂。差不多了啦，那这个病毒再下去，差不多可以砍僵尸了。这是砍僵尸的。看到没有？我们在溪里面跌到溪谷，哦，跌到溪水里面，是不是不会被冲上去？对，就变一个浮桶。那直接可以在，所以要不应该吧？我不晓得你去哪里，要到山下，就可以了，要跑去哪里？应该很熟，可能不知道你名声跟你的。
漂亮，对啊，我会加装。
哎呀，你走开了！看他啦，我讲讲他。我跟他讲，再怎么把妹，我要不要我跟他讲？不要，因为没有妹啊，要把什么？就是要比比啊。今天可以，今天可以，对啊，今天有妹，有两三个妹在。靠！淀粉，厨房里的家具，一些金属嘛，像是最近都在玩，是最近在流行像美那一些金属。对啊，它是从日本流行过来。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？他什么时候开始把妹？什么时候有？我好像是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以前包了，我都用打火机，我都展开打火机。有手酸的话，我啊，去完再换。好的，来好。